系。点什么信号？我现在就要进他野区，怎么样？引我入怀的只有死亡。看看对面到底是蓝开是红开啊？是蓝开，直接一个扎把他蓝给他扎了；是红开，俺们就在这儿蹲。全军出击！你自己 F6 开。好，是蓝开，我把他蓝扣了。啊，他不打蓝。那不打蓝，咱就欧欧欧吧。过往与我同行。踩住欧欧点炎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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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了。哎呦！踩住欧欧欧！站起来，再过来一场。这儿那么大呢？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我是否还能回去。我先来一个那个死刑宣告吧。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，这是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为我们换来。看到你了。哎呀，没吃到钱，给你加点血来。俺俩打他俩，这一波先给我 A 兵 OK。来，踩住哦，接扎，接平 A。接平 A， 突突突突 ，A 接扎，平 A， 平 A 给他挡 Q， 打波 Q， 这你还想着让人头啊，兄弟！踩住 A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给他挡一手，接扎，突突突突突突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这是个笨逼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跑。算了，我都用不着那啥，因为我都用不着死刑宣告，杀的猫直接就欧欧欧就死了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哎呦，蓝枪5-1了。
让他再往前一点。踩住哦，点燃接扎接平 A。还行。这不应该呀，怎么能这么痛呢？我那血砰仓一下掉那老些一下，掉一管子血。我并不需要。他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只有杀戮。收集者，先出收集者。行，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卡莎的英雄打人真疼。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你要直接越不好越呀、啊，你这啥越呢？算了吧，你先耗他耗他点血吧。直接越，俺们俩又被双杀了，不合适。杀他一下。A 接踩住 ，O 接扎，闪现，准了。这个，你给我射死他。其实我觉得这波卢仙能反杀这蓝枪，我这闪不应该闪的啊、哦，他给我点燃了，我就应该抱着一个必死的心态了，确实。为什么装杯？为什么在这里装杯？buff 传递者。人们呼唤着所要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踩住 A 接扎 ，A 接扎接平的，你来吧。那你直接射他。这 buff 算是传没完了，一直传，还在传。我来武术还吧，这把跑得快，出门就干呗。踩住 ，O 加扎加平 A。打呗，
这蓝枪住下路了是吧？上半段没有野区是不是？上界在地，天界止步不前。又套我点烟，不行，我也得来布点嗨，我发现。这边卡莎升六了吗？啊，升六了。我先把他大打出来吧。啊，我先把他大招给打出来。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打中。我其实应该来个钉能好一点，来个钉好。我们留个四层路吧，踩住 A 接扎，踩住 A 接扎，我加个血。太猛了，卢仙，卢仙是有点猛啊。谢谢。我为什么不闪现？刚才塔都 A 出来了，我就不闪了呗，我还闪它干啥呀？关键他给我定住了，不是我不闪。哎呀，我能闪我能不闪吗？你说啊？你说能闪我能不闪吗？站起来，再多打一场。我扎！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那卡莎补了53个刀。对面中单050，我说的嘛，咋那么脆呢？踩住哦，接扎，这卡莎还敢出门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看你的了，兄弟。我先回趟家啊！
这卢仙很有血性啊，挺有血性啊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我先来个暗影扩建吧。大师十二级，抬他，抬不到算了，拉倒。把你眼儿给你拍了。卢仙在不在旁边？卢仙不在旁边，咱也打不了啊。我将悔恨，与我的名字一道葬在了墓中。我干他！这不干他干！他奶奶！怎么变成我死了呢？哎，我就不应该上的，我就应该让这凯隐先上。关键谁打的信号你知道吧？那武器大师正在路上，武器大师要我上，我就上了。你自己打的信号？什么？我自己打的信号？武器大师打的信号？上当了，上了武器大师的当了。把这卡莎杀了，原地放大。哎，可以啊，咬驴人也是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能这样玩，这样玩很容易让对面给翻盘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小心点啊！左边，他们家人有点多。跳眼儿吧，武器大师。住 A 接扎，先杀蓝枪，扎，再扎，踩住 OOO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扎，踩住 A 接扎，哎嘿嘿。哎呦我操，我这木印我杀疯了，我木印木印攀身行不行？
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这波要是出星石，是不是就死定了？你看看，这个就要运用到理解了，嗯，游戏理解。在麦田面前躁动，还打来打吧。我也回趟家吧。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这波出星石杀光了，不行，星石没那么，那一个被动没那么狠。别让我踩住啊、哦！你也不行啊，连剑魔你都打不死吗？武器大师啊，你甚至连剑魔都打不死，踩住 A 加扎，接平 A， 哒哒哒哒 ，A 加扎。踩住 O O 点燃加扎，接平 A， 我扎。我操！杀！家伙，还行吧，我为俺们家贡献了一个 Q， 可以接受。我们是塔杀，咱们挡住，那一技能不扛塔没用。出个秒表吧，我们整个村歌。是因为我们家全 AD 吗？出的都是这个铁板鞋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。我要不要自己飞一手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踩住哦哦接扎，我扎平 A， 踩住 A 接扎接平 A， 收集者，这波队友咋不敢上了呢？应该盯一手，没盯出来，忘盯了。哎呀，给忘了这盯。
武器会玩扛塔都挺厉害的，都蛮厉害的。